家好，我是林东尼，我们今天又要来吃到饱啦。王朝饭店去年变身如溪酒店，餐饮内容也跟着转型哦。嗨，我们今天来吃如溪酒店的三里板贝。那今天我们是因为有朋友生日，像他的活动是寿星可以有半价，两人同行寿星半价，当月寿星就可以半价，所以还蛮划算的，大家进去吃哦。王朝饭店改装为如溪酒店之后，去年底邀请君品 Collection 的米其林团队担任三里板贝的监制，价格也只要1000元左右，也因此整体菜色跟以往王朝酒店的板贝不太一样。这个是现做餐点的夹子。所以就座后就先去投夹子给现做餐点，蛤蜊汤。好了的话，服务生会帮你送到桌上。先来寻一下菜色吧。这边有续蟹跟清蒸小白鲳。绞头发的炸物区，非常推荐的披萨，现做披萨。这个披萨上面还有铺炸鸡耶，必吃食材带骨牛小排。这个是什么？米其林团队君品 Collection， 君品的怡宫中餐厅年年获得米其林三星的最高荣誉。它的招牌菜就是火焰片皮鸭，所以这边只要花1000多元就可以吃到米其林三星餐厅的火焰片皮鸭，这是不是很划算呢？不过还是要强调一下，并不是一模一样啦。先生你好喽，谢谢，酱料可以帮我自取哦。好，谢谢。重点食材鲑鱼生鱼片，干贝两份，还有这样就好了。来，小姐要什么？那个黄金鱼，对，一份，对，一份。好，是。来，记得拿筷子哦。铁板套 Q， 现煎的套 Q 真的很诱人哎。菜色拿起之后，就准备大开朵颐了。不知道先吃什么，好多、哦，太多了，不知道先吃什么。
是现煮担担面跟红烧牛肉面。还有南洋料理，这个是沙爹烤肉串，白白的那个是锅巴。今天来如溪酒店，那如溪酒店就是之前的王朝，然后他们是后来改成如溪嘛，那如溪后来找君品来负责他们的版费，三 D 版费。然后君品最有名的是什么？就是米其林三星，米其林三星的火焰甜品啊，就是他们的。提供的片皮啊，那这边有蛋，就要吃吃看。这个有点冷掉，但还蛮好吃的。然后配这个，配这个比较不会闷。又是重点食材，这个脆皮猪非常好吃，一定要吃。非常感谢，谢谢。甜点种类真的好多哦。水果，罐装饮料。这个热芋头牛奶很好喝，可以喝喝看哦。这个是现做的吉拿棒圣诞，这个是圣诞吉拿棒，然后它如溪酒店它这一次比较三立buffet的设计还蛮特别，是它有这个夹子。可以现点现做，糖葫芦啊，不用谢谢。对，然后就是这个是那个圣代吉拿棒，然后像蛤蜊汤啊，然后还有佛卡夏都是可以现点现做，就是拿这个去夹子去，就是现点现做，试试看。莫凡比的冰淇淋。